邱师傅，我要吃马来风光。你有没有买马来展给我？我想煮马来风光给你吃哦。好，今天我煮这个泰国风光给你吃。洗菜放点盐下去。好，这里我们浸泡到五分钟，我们清洗两遍。蒜头，干葱，红辣椒，一汤匙的虾酱，一茶匙的鱼露，半汤匙的冰糖花，再来一汤匙的水，给它搅拌均匀。起锅烧油，之后呢，我们就放香料下去爆。下了酱料之后呢，我们就调去中火，继续给它爆一爆。哇，很香！然后加入蒙菜，翻搅几下过后呢，我们就关盖焗焗它。因为这个蒙菜呢，我们是没有飞过水，所以我们这样焗它呢，它会比较快速的熟，也熟的比较均匀。好，我开盖。开大火煸炒，哦，好，泰国风光完成。哇，真哦！其实这真的是叫泰国风光吗？哦，不是啦，其实这一道呢是虾酱炒翁菜，因为它是来自泰国的。那么这一道菜呢，只要你是炒到它不会水汪汪干身呢，就证明是美的啦。记得把它分享出去，给我一个赞，记得交功课哦。